太小了点，咱离近点儿呀，过来，过来，跟你这点儿交。索克多姆遗址。这是外国世界史，外国。乃一师金来通。人家这净手头的含金量还好。兄弟，没有结束。青铜器，这做工艺
都是一些瘦的。不用造那么多。国内也都差不多，就是说有一点彩色的皮骨来皮口，有彩色的，好像是修复的，好像你看都裂裂出来的那个裂。你这是什么？吊坠器，吊坠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它是竹签头竹台。哇哦，这个竹台。竹台搞那么牛，嗯，竹子呢？那它蜡烛是点哪里呢？是点这个里面吗？不知道。Thank you.
对，感觉来台湾一下，找一个娘家。